最近很火的小石头卤鸡腿真的好吃吗？买回来了。小石头鸡翅根，也就是小鸡腿，5包9.9元，也就是平均一包2块钱。老汤慢卤，后香味浓。最近也是经常都刷到这个牌子的卤食，看一下味道怎么样。撕开就是这样一小根，来，粉丝先吃，试试。跟以往吃过的熟食有个最大的区别，就是特别入味，里面的肉都很香，它并不是那种很松散的，骨头还是硬的，肉质很紧实，吃起来非常香，确实比超市里买的那种熟食好吃多了。就是有个小问题，就是它的麻辣味在我看来不是很辣，在江西算个微辣吧，4颗星。